Tja.耶。喂，没事嘛，他都知道了。我也不知道你，不你知道了吗？你看看，后来反正过生日，都他妈给他买的衣裳送来了，买的挺好看的，咋不好意思嘞，都送给我了。那有啥？那有啥？那孩子过生日当妈的，还买了鞋子，还买了小袄。这买的羊肉还不错。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，我都已经给他讲嘛了，你病有啥不能拿的，他能接受。对，我给他说了。我就不好意思了，我恐怕昨天恁俩有啥误会。咦，没事儿，这孩子的妈肯定想着孩子，这都能认识场景。你我也是当妈的，我知道。咦，管管管，你能理解都管。我方法都是恁俩有啥错？你看我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他要是不给他买，我心里面还够难受嘞。你这内衣搁底下纠结了哈，就是叫我叫阿姨。叫我叫阿姨，这咋弄？这咋弄？不是，你看恁那吧，他过生，都是他俩搁这给他过生。今天你搁这，他不好意思来，他不给我了。你说，我咋弄？我要是不要，我想我还是接了。哎，要他不要嘞？你看他穿暖和东，哪我你要是不买，我心里也难受嘞。你想想，咱自己亲生下来的肉，你要是不疼，是不是？我也不好说。管你。那你这个衣裳放我这吧，然后等会儿放回来。那一会儿解答都放月了。回来，我给他试一的试试啊，乖，你管管中，谢谢你啊。等我也给你帮忙了。放心了吧，你别帮忙了，你别帮忙了，再去接孩子。等会儿，妈，那你走吧，妈。啊，好。咱们是啥情况嘛？就是小航快过生日了，然后他的亲生妈妈给他送来。一身衣服，然后嘞也没有来找我，真没找我哈，然后就叫我妈妈下去了，然后去拿了这个衣服，然后我妈就非常纠结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就叫我叫下去。你看亲人家通情达理，你都把我想成啥嘞？我觉得他不给孩子买，我心里面保守的挺好啊。虽然说我有点霸着你吧，是吧？孩子该得到的爱必须要得到。对，我看他眼光还不错嘞，你看买这小衣服，小我看，还小裤子，等会儿回来叫航试试，看啥样。还买了个小羽绒袄嘞，你看还是这样的，还挺不错。等会儿叫航回来，嗯，然后试试吧。可以，走。你用你不用，不好意思，你要是跟我说坦诚相见，咱俩才能做得更长久。我没有，我也是下去的时候他跟我说，你看我直接都让他上来了。那你自己上来跟我说都管啦，你嘿。他心里过不去，他不放心。为什么？好媳妇儿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妈，阿姨，回来啦。好。然后这是你的妈妈今天下午给你送的生日礼物。她有的吗？我妈来。她有我的吗？我想到了。没有，这是他妈妈的，你生日不是还没到吗？对，这是咋弄？没事，我该在我后面穿上试试吧。那你试试吧。啊，那我先出去回避一下小男生。喜欢不喜欢啊？很喜欢啊。开心不开心？看着都挺好的。看着都挺好的是吧？啊。那你试吧啊，我们在外面等你出来。哇，好看不好看？好看。看看好看不好看？好看，快点给妈给你买。明天都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好。在路上呢，还没有到，好不好？啊。啊。咱们看。开心的。好看。你说啥？谢谢爸。妈，谢谢妈，你听错了吧？叔叔，我以为说谢谢爸嘞。开心就行，好。好，你想妈妈了吗？想了，到时候你生日的时候让妈妈陪你过好。好。好了，赶快去写作业吧。写作业吧。去吧，哈。好。嗯。去吧，宝贝。今天有点忽略养老。那有啥回忆嘞？小孩子不都这样吗？我小时候干爹，俺俩他有我没有，我还争嘞，这很正常，不要紧。明天咱去买东西。不买他就穿不了。买，也该买了啊。穿不了。买，这个我该做。咱们今年确实有点忽略养了，我看养突然之间就是不开心了。
这小孩可能都这样。哎，没事，忽略了，忽略了，不不不。不